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病例，我这个腹痛、腹泻一个多月了，老不好。现在呢？现在今天已经三次了，早晨。哦。然后胃也不太舒服。哦。另外，我觉得好像是因为虚的关系，还是腹泻的关系，老是特别没有劲儿。老是没劲儿啊。嗯。已经腹泻了一个多月了。嗯。是。他这样长期腹泻一定是属寒症，我说所有重大疾病皆因寒引起，那表示这个患者如果做完我们马上给他热敷，那热敷一段时间再问他症状有没有改善，他自己就可以讲得出来了。好啊，所以我们这样来帮你做做看。谢谢。好好好，那个阿姨请。现在我要问的就是你现在腹部这里会痛，有胀痛的感觉，这里胀痛，啊，胃现在也胀痛，隐隐痛，等于这里也在痛，这里也在痛，是吧？对，两个部位都在痛。好，这样我懂。对，好，那因为他胃也在痛，那很显然对过来，这里一定要查。那小腹哦，这里也在胀痛，那这里对过来应该在这里，那还会腹泻，有时候小腹可能还会影响到这里，所以整。从这里整条我们一定要查到这里，那痛那么久，我刚刚讲寒症，所以热敷等一下就是从这一段一定要热敷到这一段，那我们现在来找它的痛点，这里痛吗？不太痛。这里也不太痛。好，这里有点痛。哦，这里开始痛。好，这里也痛。好，他从这一点开始痛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一点。这里呢？嗯，也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里痛吗？也痛。哦，越往下越痛是吗？这是好点了，刚才到两点。到这一点都痛。好，那这里呢？好一些。好一些。好，我继续帮你找下来哈。我看看，哇，这个裤子都好像。都有机关这样，没关系。我这一点疼吗？痛。这一点也疼是吗？挺痛的。那这个屁股也真的有问题。这里呢？很疼。很疼哦。嗯，很疼。那显然这里出问题。我这也经常是特别凉。是哈。嗯。所以他小腹这里胀痛，到这里，这里对过来就是肩椎，所以这里对过来刚好这里，所以他这里也很疼，这一段稍微不疼，但是到这里又疼了，所以这两条还是要找。这里疼吗？很疼。很疼。好，那我就这样继续留下。这里也很疼吗？很疼。好，这里也是吗？挺疼。这里挺疼的。啊，对。好，很显然，他整个肩椎也出了大问题，所以他今天也又拉了三次，那这个一定要揉开。那揉开之后还要给他热敷，哦。那我这一边再帮你查一下哈，哦，这是尾椎对过来。也是在这里，哦，这里也疼，也疼，也疼哈。那边稍稍好一点点，也疼。这里呢？也疼，哎，这很疼。因为它这里不疼，是因为它这里很厚，哦，它带了一些保护器，所以揉不到进去。这里也疼是吧？对。啊，这里也疼是吧？嗯，对。所以我相信刚刚那个点哈，应该也是很疼。但实在太厚了，我好像哈，有一点使不上劲那种感觉。我再帮你拉旁边一点，好，这样可以。我看看这样能不能揉进去。挺疼。这样很疼，对不对？疼。啊，疼得厉害了哈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我就能够稍微揉进去。那这个裤子不是我要的哈，如果穿棉质的会更好。但是我们就现场这样还是。哦，这样照做，这个都很疼嘛，哈，哦，很疼。啊，显然这个颈椎也是大问题。那旁边会不会疼？就是锁膝沟旁边。哦，我好像好一点吧。我帮你查一下，这里会不会像刚刚那么疼？也挺疼的。也挺疼的，嗯，那这里呢？很疼，也是很疼哈，嗯，所以臀部也是有问题，很疼，很疼哈，嗯，很疼，
这再帮你揉一下。哎，很疼。这里疼吗？很疼，很疼。也是很疼。嗯，好。这里疼吗？疼。我下面的腹胀的问题我都处理了，也就是这里对过来刚好荐椎，好，大家看到了哈。所以这一部分我处理，那胃痛到这里我揉过一次，所以我再重复帮他揉一至两次，那这样整个就结束。好，我现在开始，你从这一点开始疼是吗？嗯，对哈。嗯，啊，这一点呢？嗯，对，这一点也疼。嗯，哦，那上面就比较好上。啊，对，没有了。哦，没有了。好，那就从这一点开始。好。他的筋很绷紧，所以以我们小册子说，按下去肌肉很紧绷的话就属寒症。好，那可以想见他应该就是要热敷了。这里疼吗？也疼，这里也疼，好，放松，放松，好。那这里疼吗？好一些。好，那就从这一点。这里也疼吗？还行，这条。啊，这里就不疼了。好，好。这边好像比那边好一点。是。这边比较疼是吧？嗯，我都感觉筋特硬。是，你的筋特硬，没错，所以我才说你是属寒症。哎，好，这样可以，你可以起来看看。那现在这样的感觉，对对，从这样。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阿姨请站过来。刚刚揉完感觉怎么样，阿姨？特别舒服。我从来没治过这个部位，我也好像觉得没有办法可以解决，因为这地方老是特别凉的。哦，你这里感觉特别凉。啊，一到晚上都冰凉冰凉的。是。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是病，因为就是凉的。哦。真非常感恩张老师啊！现在感觉特别舒服。胃啊，这个腹部都特别舒服。已经都舒服了。嗯，特别舒服，而且一点也不疼了。这也不胀了，是吧？嗯，好，谢谢，不会。